我想大多数人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主日学一定教过约瑟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吸引小朋友，因为好人最后打败了坏人。后来杰森唐纳文演出之后，更多年轻人知道这个故事。他演唱了安德鲁洛伊韦伯的《约瑟与神奇的梦幻彩衣》，虽然新国际本译作“鲜艳的衣服”，但是。 其实那可能只是一件长袖衣服，而不是什么彩衣。这件衣服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件，但是几乎可以确定是长袖的，因为他们一定会指定一个男孩负责监工，其他的男孩则需要卷起袖子或者穿短袖工作，只有监工的男孩是穿长袖的。 约瑟当时监督他的哥哥们工作，但是他并不是长子，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兄弟之间的相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约瑟他是第四代，是亚伯拉罕的曾孙，但是他并不是长子。这里有一个清楚的模式：生来应该继承的长子并没有得到祝福。上帝决定谁得到祝福。 通常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但是约瑟和前面三代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一点很不一样。上帝从来没有自称是约瑟的神，天使从来没有向约瑟显现，却都向前面三代显现过。而且约瑟的哥哥并没有被上帝弃绝，他们仍然是属于赛特敬前的后代。 所以没有前面三代那种对比。不过哥哥们一开始确实对他不太好。请注意，上帝从来没有直接对约瑟说话。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给约瑟异梦，又为他解梦，但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约瑟说话。圣经也没有记载约瑟曾经向上帝说话。 所以约瑟的情形不一样。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会注意到约瑟与众不同。约瑟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呢？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在下一卷书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家族在埃及为奴。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怎么样来到埃及的。 约瑟的故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和家人为什么迁居埃及，就跟亚伯拉罕和以撒迁到埃及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饥荒，粮食不够。埃及的农作物不必依靠雨水来灌溉，他们有尼罗河，从伊索匹亚的高地流下来，所以埃及不用靠雨水来灌溉，尼罗河就有充裕的供水。 但是以色列地完全要靠雨水来灌溉农作物，他们的雨水要靠地中海吹来的西风带来，所以约瑟的故事至少可以带出圣经接下来这部分的故事。约瑟以后四百多年的情况，圣经都没有记载。等到圣经再次提起的时候，这个家族。 已经有了几百万个子孙了，但是他们却成了埃及的奴隶。如果约瑟的故事只是要带出后面的故事，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长篇大论记载他的故事，跟记载亚伯拉罕的篇幅差不多。亚伯拉罕的故事大约占了十二章，约瑟的故事是从呃三十六到五十章吗？ 哦，我算错了，亚伯拉罕的故事要多两章，但是以撒和雅各的故事所占的篇幅短多了。为什么约瑟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圣经要详细记载他的故事？只因为他是一个好榜样，而且到最后得胜吗？不是的，不止这样。我们可以从至少四个层面来读约瑟的故事。第一个层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描述。 非常生动精彩，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情节比小说还要曲折离奇，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巧合。你可以把约瑟的故事归纳成两章，第一章是往下发展，第二章是往上发展。这正是他的遭遇：约瑟，他从一个最为父亲宠爱的儿子，变成别人家中的奴隶，后来。 他又从狱中被遗忘的囚犯，变成了国家的宰相，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从高位跌到谷底，再从谷底爬到最高位，这个经历很吸引我们。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嫉妒他。整个关键好像就在他做的梦。我想，约瑟说话并不是太有技巧。各位觉得这样对吗？ 他实在是很不会讲话，他竟然会跟他的哥哥们说：“我梦见你们向我下跪。”这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赢得友谊和人心的。但是他说的是实话，不管该不该说出来，他确实做了一个梦。不过我们自己在分享上帝的感动时也会犯错，所以不该为这点责怪约瑟。这是一个角度，是人的故事，可以编出一出好看的音乐剧，很多人会去听。 很多学校也会演这出剧。第二，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读这个故事。上帝也在这个故事中，虽然他没有直接向约瑟说话，但是上帝却在背后掌管一切。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按着他的目的还有计划，充分主宰情势的发展。他选择用梦来显明他的计划。 人不容易接受现实，却比较容易接受梦。我就做过一些很奇怪的梦，通常是梦见参加特会时记错日期、时间，又拿错奖章，醒来时全身冒冷汗，这比较算是噩梦。可是很奇怪，我们很容易相信梦中的事情。上帝有的时候需要用这种方式向我们来说话，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解梦。约瑟说。 这些梦都是从上帝来的，因此也必须由上帝来解梦。但以理也有相同的恩赐。其实，上帝是整个故事的主角，可惜那出音乐剧并没有指出这点。上帝在幕后安排一切，虽然没有直接的神机，但是一切都是由他一手安排。这是上帝常用的做法，其中并没有令人惊叹的神机。但是。 上帝他会安排你遇见一些人，让你的人生从此转弯。他在幕后安排，好完成他的目的，是他在主宰。这跟相信运气完全相反。运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get”，你要靠 “get” 运气，还是靠 “god” 上帝来生活呢？你应该听过人用 “get” 这个字，意思是指运气。 在婚礼中要用马蹄铁等等来做幸运符，有很多人是靠运气生活的，像是希望能够中乐透大奖，真是不可思议。很多人相信一切处境都是巧合或是运气，但是约瑟可不相信这个，他相信一切处境是上帝在掌管，是上帝在幕后安排一切。约瑟在当下并不明白。 但事后就看出来了，只要回顾过去，就可以看见上帝的手在安排你的人生，虽然当下你看不出来。其实有一节经文可以归纳出约瑟的故事，就是四十五章七节。约瑟最后和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在他羞辱了哥哥们之后，他最后原谅哥哥把他卖到埃及为奴的恶行。他说。 上帝差我在你们已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上帝差我在你们之前来，他们以为已经除掉了弟弟，把他卖给骆驼商队做奴隶，他们以为已经解决了，就在弟弟那件特别的外套上涂上羊血。 带回去骗可怜的老爸雅各说：“我们在田里发现这件衣服，你最疼爱的儿子一定死了。”他们这样对待老雅各真的很残忍。但是，约瑟说：“上帝先差我来这里，上帝会允许一些事发生，他不会强迫人去害别人，但他会允许害人的事发生。他允许这种事发生都有他的用意，这就是约瑟的信心，相信。” 上帝先差他来埃及，因为他后来掌管埃及的粮食。他为法老解梦，知道将有七个丰年到来，接着还会有七个荒年。于是约瑟就建议法老为荒年积存粮食。他从梦中得到的先见之明，不但拯救了全埃及，也救了他自己的家人。他们因为家乡缺粮，就来到埃及。 所以约瑟救了他们，其实是上帝要他的子民来埃及。为什么呢？上帝既然应许给他们迦南地，为什么要他们来埃及呢？这个答案就在耶和华先前给亚伯拉罕的话中。耶和华神说：“我必须让你的后裔在埃及寄居四百年，直到……” 罪孽深重的亚摩利人恶贯满盈。换句话说，上帝不会让他们现在就去占领应许之地，必须等到住在那地的人恶贯满盈，等到他们罪该万死的时候，才让以色列人去占领。上帝是个有道德的神，他不会把人赶走好让自己的子民居住，他会等到那地的居民恶贯满盈。 考古学家的发现显示，那些居民如何罪大恶极。当时的迦南地到处有性病、道德败坏和堕落，一直到他们罪该万死的时候，上帝才让以色列人占领那地。所以，如果有人抱怨上帝不公平，把那块地赐给犹太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上帝是让以色列人一直等到那地的人恶贯满盈。 才审判那地的人，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成为奴隶。这件事在上帝的计划之中，他要拯救他们脱离奴役，好叫他们感激他，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活出榜样，叫世人看见上帝所掌管的生命多么蒙福。那是上帝的计划。 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吃苦，每周做七天的白宫，没有自己的土地，还有金钱，完全没有自己的财产。这个时候，上帝才伸出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必须先发生这些事，上帝容许这些事发生，有他的用意，他要救赎，要拯救他们，好叫他们知道是上帝拯救他们，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可是故事的真正重点还没有讲到。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是约瑟的品格。各位，这件事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在圣经里完全没有提到约瑟的任何缺点。 我们前面谈到，圣经很诚实地描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为人，他们各有各的软弱和过犯。但是，圣经对约瑟却没有任何的批评。我说过，约瑟他最糟的一点，只是说话没有技巧，竟然把梦境告诉哥哥们。但是，圣经却完全没有提到约瑟有任何负面的态度或者是反应，就连。 在约瑟他一路走下坡的时候，都看不到他有什么怨恨或者是怨言，没有质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没有呼喊不公平，为什么被法老关进死牢里？况且他一个人离乡背井，那里并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但是他主人的妻子用美色勾引他的时候，他仍然维持正直的人格。 当他勾引他的时候，约瑟的反应是我怎么能做这事得罪上帝？事后，主人的妻子还诬告约瑟，海约瑟被关进了死牢里。但是他没有一句批评的话，甚至没有批评波提伐的妻子，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而且像约瑟这样跌到了谷底的人，他竟然还能够热心的去帮助别人。 巴老的九正，还有巴老的善长被关进了死牢，约瑟竟然能够去安慰他们。他似乎不太在意他自己的处境，却能够去关心别人。他遭遇不幸的时候，从来没有质疑上帝，从来没有怀疑上帝的作为。这一点不像我们。至于他蒙恩宠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是走下坡还是往上爬呢？我想可能是往上爬，这才是对人格的最大考验。你看他是怎么样对待把他卖到埃及为奴的哥哥们，他给他们粮食，不收他们的钱，把钱放回他们的袋子。他流着泪，原谅他们，他为他们。 向法老代求，还为他们买下了尼罗河三角洲上最好的地，就是歌山，答应要照顾他们。这些哥哥把他卖掉，欺骗父亲说他死了。可是约瑟却反过来照顾他们。各位，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不管是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当中的时候，约瑟的人格始终维持正直。 在旧约圣经中，只有他这一个人物，没有任何负面的描述，连大卫王都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犯了什么错，我们可以从各处经文拼凑出完整的图像。但是约瑟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毫无瑕疵，这很不寻常。圣经里看到大卫犯罪，看到以利亚胆怯，也看到了各样的软。弱。 若新约圣经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约瑟却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旧约圣经只有一个人像这样，新约圣经也只有一个人像这样，你们都知道是谁。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插入了一章，内容令人震惊，是讲到他的哥哥犹大。 如果你最近刚刚读过《创世纪》，一定会感到震惊，因为在这个好人的故事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对比，讲的是他哥哥犹大的事。犹大去嫖妓，这个妓女其实是他的媳妇，他脸上戴着面纱的时候，犹大跟他发生了乱伦关系，很龌龊的故事。这个故事却穿插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简直就像在强调约瑟的人品，对照出他的哥哥很坏。 但是约瑟却不一样，这个对比真的很明显。这里突然插进来讲犹大的龌龊故事，我觉得一定是为了要跟约瑟做一个对比。就像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对比，以实玛丽和以撒的对比，还有雅各和以扫的对比，用哥哥来强调约瑟的正直人格。各位，我们快要谈到。 圣经为什么要记载约瑟的故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谈到。各位，请你回想一下刚刚我们谈到的三个层面：第一，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他的境遇曾经跌到谷底，后来又从谷底爬到了最高位，拯救了自己的家人乃至整个民族，并且成为埃及的宰相。第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上帝主宰约瑟他的一生，容许困境临到他，好拯救他的全家。第三，这个人完全正直，不管在逆境或是顺境当中，都是一样维持诚实正直。这让你联想到谁呀、啊？答案就是耶稣自己。各位，约瑟成了耶稣的预表。 他是耶稣的影子，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就用约瑟的一生预表他会让什么事临到他的爱子。他的爱子会像约瑟一样被自己的兄弟拒绝，遭受世间最大的羞辱，然后被高升，成为他子民的救主和主宰。你会发现，约瑟和耶稣实在太像了。 你越读约瑟的故事，就越可以从中看出耶稣的影子。上帝早就预备了这样的计划，所以在旧约时代就给了暗示。旧约圣经里到处有这样的暗示。有一本小书我很喜欢，叫做《圣经预表基督》，作者是一位叫霍哲根的女士。有没有人看过？很好的一本小书。她查考了圣经的六十六卷书，在每一卷书中。 指出耶稣，耶稣自己也说过：“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他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寻找耶稣，寻找跟他相像的地方，寻找他的影子。耶稣自己是那实体，但是他的影子出现在旧约圣经各处，尤其是创世纪。 旧约圣经中的约瑟，预表的是新约圣经中的耶稣。这是上帝给世人的答案。从亚伯拉罕、以撒汉雅各，我们看见如何信靠上帝；从约瑟身上，则看见上帝如何回应我们的信心，看见了上帝如何透过一个人来供应他子民的需要，并且提升他成为救主和主宰。 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关键之后，再回去看《创世纪这卷书，那你会突然的在很多地方看见耶稣的影子。现在，我要带你们看五处经文。其他处的经文，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出来。第一，《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族谱，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族谱。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一章， 看《路加福音》三章的族谱，会发现《路加福音》三章里有创世纪中的二十四个名字。耶稣是赛特的后裔，赛特往下延伸到玛利亚的儿子，所以这族谱就是他的血脉。只要我们属于基督，这就是我们的家族，这是我们的族谱。这些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祖先。 因为我们一旦信靠基督，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属于这条血脉。你是在基督里继承了这个历史，所以你不是在读他们的历史，而是在读我们的历史。这是你的族谱。呃，我和师母不久以前走访了佩特沃斯宅地，那里离这里不远，对不对？从这里往东走。 那是诺森伯兰公爵波西家族的宅地，我在诺森伯兰长大，所以对这个有兴趣。我大学时代有一个同学是来自波西家族，在这座宅地里，我在墙上看见一长串的族谱，结果一直追溯到亚当。诺森伯兰波西家族的族谱竟然可以追溯到亚当，我心想：这我也可以做，只要把祖先全找出来就行了。 每个人都可以往前追溯到亚当，也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族谱，因为那是耶稣的族谱。你在创世纪中读到的，就是耶稣的族谱。不过还有更深入的关联。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创世纪中许多人物身上都有耶稣的影子。约瑟身上看得见耶稣的影子，以撒身上看得见耶稣的影子。 各位还记得当初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吗？上帝叫他去一座山上。多年之后，那座山叫做摩利亚山，又叫做各个他山加略山。上帝就是在那里献上他的独生子为祭。创世纪二十四章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我前面已经说过。 以撒当时年纪不小，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他其实能够抗拒父亲的决定，但是他却顺服，愿意被献在祭坛上。上帝在最后一刻阻止亚伯拉罕动手，另外预备了祭物，是一只公羊，头上的角被荆棘缠住。看呐、啊，上帝的公羊要除去世人的罪。 我不喜欢用羔羊来形容耶稣。教堂的彩色玻璃总是把羔羊描绘成温驯的小羊，其实应该是公羊。他们献的并不是小羊，而是一岁大的有角公羊。启示录中把耶稣描绘成头上有七角的公羊，不是可爱温驯，而是强壮，是上帝的公羊。上帝供应这只公羊给亚伯拉罕献祭，来代替他的儿子。 这只公羊头上的角被荆棘缠住，然后上帝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意思是“我是你的供应者”，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几世纪以后，在同一座山上，有一个和以撒年龄相仿的人被献为祭，头戴荆棘。各位有没有在这件事上看见耶稣的影子？还有一次。 亚伯拉罕遇见一个人，那个人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个人是萨冷城的王。萨冷城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当时，亚伯拉罕是去抢救贝鲁的家人，他打了胜仗，带着掳掠的财物回来。接近萨冷这个异教城市的时候，这里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城市，但是。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物麦基喜德，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很奇怪的组合，在以色列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君王祭司带了饼和酒，给亚伯拉罕和他的手下帮助他们恢复元气。亚伯拉罕就把财物的十分之一送给他，十分之一的财物。新约圣经说。 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里再度出现主耶稣基督的影子。现在我们回去看雅各的天梯，记不记得雅各逃离家中的那个晚上，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结果梦见移动的梯子。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这梯子会移动，一座梯子往上移动，一座梯子往下移动。 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又下来，梯子的顶端竟然是上帝所居住的天上。就在这个时候，他醒来了，就承诺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上帝。十一奉献的律法是到摩西时代才有。雅各献上十一奉献是为了跟上帝做交易，你把我安全的带回家，我就献给你十分之一。 问题是，我们人不可能跟上帝立盟约，盟约是上帝主动跟人订立的。雅各后来吃足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一点。几世纪以后，耶稣遇见一个叫拿蛋叶的人，对他说：“我看见你坐在无花果树下，你是犹太人，心里没有诡诈，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拿蛋叶问：“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否认耶稣的话，拿但业，他承认耶稣很了解他。耶稣说：“你觉得这就很棒了吗？”你们将要看见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话很不可思议，对吧？耶稣自称是雅各的梯子，是连接天地的梯子。我是一座新梯。你有没有看出耶稣的影子？ 耶稣看出来了。现在我们回去看创世纪三章，上帝连施行审判的时候都给应许。他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这里是指男性，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只能伤他的脚跟，伤到脚跟不至于死，但伤到头则是致命伤。”这是上帝的第一个应许，将来有一天。 上帝会给撒旦致命的一击。到底谁是夏娃的这个男性后裔呢？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就是捆绑勇士、夺去他财物的那位。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我以前讲过的一点：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说，因一人的悖逆带来死亡，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也带来生命。 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园中，亚当在伊甸园中悖逆上帝，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中对上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对比，从他们两人各自发展出新的人种，亚当是智人种的始祖，耶稣则是。 重生之后，新造的人的始祖。我生下来是属于智人种，现在则是新造的人。新约圣经谈到新造的人，新的人种，各位知道吗？今天在世上有两个人种，人生下来都属于智人种，但重生得救以后会变成新造的人，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 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种，要住在一个全新的地球上，就是全新的宇宙。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十分的惊人，说到耶稣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这样奇妙的作为，竟然归功给一个来自拿撒勒的木匠，但是。 初代门徒最后终于明白，耶稣参与了创世纪一章的工作。于是他们便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有一次，我受邀到加拿大一个露天的特会讲道，那是第一次在那里举办基督教的特会，就在尼加拉瓜瀑布的前面，以瀑布为背景。那个特会在全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地方有电视转播。 一共有三个讲员，我排第一个，再来是天主教神父，然后是五旬节教派的牧师。结果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谈到度蜜月，我们事先并没有讨论过。但是尼加拉瓜瀑布是蜜月圣地，那里的旅馆都有蜜月套房。这是题外话了。我站起来的时候对大家说：“我要告诉你们，我认识当初造尼加拉瓜瀑布的那个人。我十七岁的时候认识他。” 从此，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他们都瞪着我看，以为我疯了。我说：“他的名字叫耶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说：“尼加拉瓜瀑布是他造的。他造桌椅之前，先造树木，才有木材可以使用。他讲登山宝训之前，先造山，才有讲台可以讲道。” 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对吧？一个来自拿撒勒的木匠，竟然参与了整个宇宙的创造。你读《创世纪》一章，有没有看见耶稣的影子？他是在场的，是三位一体神其中一位。神说，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人其实像是住在蛋壳上，平坦的地壳由岩石板块构成。 这些板块浮在岩浆上面，不断在移动，互相推挤，造成地震。我们的处境真的很危险。只是站在这些板块上，科学家当初发现，世界原本是一整块干地，正如《创世纪》一章的记载，经过不断的漂移，就形成今天各大洲。当初发现的时候，需要想出一个新词来称呼这些板块。你猜他们想出什么词来？Tectonic plates。 那么，tecton 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呢？tectonic 是个形容词，从 tecton 木匠这个字衍生的。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用这个字，不过这个名称取得真妙。我们所居住的这整个地球是出自拿撒勒这位木匠的手，而他的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个信息的结尾又回到起点。我们一开始是讲创造，最后是讲耶稣。这世界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而造的。借着他，我们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各位记得吗？约翰福音一章称耶稣为“道”，道就是话语，但意思不只是话语而已。约翰在以夫所写福音书。 在约翰写福音书之前五百年，有一个叫做希尔克莱特斯的人住在以弗所，他是第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希尔克莱特斯指导学生观察研究动物的生态，还有气候。他说：“你们不管观察到什么，都要找出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有那种现象？这个原因。” 在希腊文就是“道”，这也成了各种科学学说的名称。ology 是指事情的缘由。由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生物学在研究生物的行为，动物学在研究动物的行为，心理学在研究心理的行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的行为，气象学在研究气候的行为。 但是每一种科学只能够得知宇宙某种现象的缘由，却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宇宙会有这些现象。答案是耶稣，他是一切的缘由。耶稣是全宇宙的缘由，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愿一切荣耀、尊贵和权柄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